如何套路你同学三？轩哥，你的反应速度快吗？那当然了。那轩哥，我来考考你 ABCD 分别代表四种动物，猪狗牛羊。我说动物的名称，你来回答相应的字母，速度要快哦。太简单了，来吧。牛 C 羊 D 狗 B 猪 A 猪猪猪猪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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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是难不倒我的打不过我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的。你妈妈也是这样吗？妈妈，我英语考了60，学学人家小明。妈妈，我语文考了80，学学人家小明。妈妈，我数学考了98，那两分让你吃了。学学人家小明，小明考了97。学学隔壁小王。哎，全世界都是敌人。谈点那些文明的英语舞。山姆 ，Sam， 亲爱的 ，Dear， 价 ，G， 乐透 ，Lotto。你来读一遍。三别姬老头。到宿舍的第一天，再见我的爱 ，I wanna say goodbye。再见我的过去 ，I want a new life。再见我的眼泪，得到和失败。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。再见我的烦恼，不再孤单。家长的双标，一回家就拿手机看，早晚我得给他摔的。您自己玩手机吗？你别管我看不看，他是个学生啊。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双标的家长，自己玩手机无论多久都行，孩子一玩手机你就说，哎，他还是个学生。学生怎么了？学生有错吗？如果说硬要限制他玩手机，那咱们自己得先做到啊。你自己都做不到的话，你就别要求人家孩子。你的爱会将我灌醉。循环循环，我发誓再也不拍循环视频了。结果昨天有人出价100万让我再拍一个循环视频，我说循环视频没有营养，我的小粉丝已经看腻了，所以我发誓再也不拍循环视频了。结果昨天有人出价100万让我再拍一个循环视频，我说循环视频没有营养，我的小粉丝已经看腻了，所以我发誓再也不拍循环视频了。结果昨天有人出价100万让我再拍一个循环视频，我说循环视频没有营养，我的小粉丝已经看腻了，所以我发誓。妹妹落家了。哥哥哥哥快起来，我上学要迟到了。快点快点，你上学要迟到了。妹妹落家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妹妹落家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小轩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在家好好写作业，不准玩游戏。好的爸爸，那我走了。瞧我这记性，手机忘了拿了，我去拿一下手机。不准玩游戏啊。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按照老爸的习惯，下午3点到5点会去找朋友斗地主，这段时间我玩游戏足够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老爸提前回来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喂班长，这道大题怎么解呢？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先挂了啊。还在写，表现不错。我发语音，哥们儿，帮我把钥匙拿过来，谢谢啊。我爸发语音，哎，喂喂，在吗？轩轩，在吗？在吗？那个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慢玩那个。就是嘛呢，我那个要说啊，就是你替我呀。什么是 YYDS？ 同学们，最近网上老有人说 YYDS，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老师 ，YYDS 是音乐大师的意思。嗯，不对不对，是永远单身的意思。啊，你们可真没文化。YYDS 就是硬硬的屎。哎呦我的妈！菜鸟大咸鱼。Hello。终于破译了金鱼叫声。各位。我们终于破译了鲸鱼的叫声。真的吗教授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轩哥，你还是自己听吧。
不死军团正在苏醒。憨憨的劫匪，打劫！你怎么又来打劫我了？没办法，小巫术我都打劫20多期了，都没成功。我看你好欺负，我就打劫你。呵呵，我看起来就那么好欺负吗？废话少说，把钻石交出来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劫色龙劫色，哼，还会通灵术？哼，怕了吧？把钻石交出来，看我的！卡给本色龙劫色。啊，你怎么会忍术？兄弟们上！神を感じろ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人类迷惑行为，小崽子又淘气，你今天最好给我一个不抽你的理由。因为我会喝妈妈酒，你今天在街上和美女搭讪来的。这个理由好，走，爸爸带你去买冰淇淋。小时候父母是这样安慰你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不哭不哭啊、哦！我已经打他了，不哭不哭，我不哭你个大头鬼啊！我不哭，你就这样打一下有用吗？要按住鼠标左键，或者你按鼠标右键也行。什么叫不哭？这样才叫不哭。啊！老七，方块轩又来砍树了。年轻人，我要离开一下，你可千万别砍这棵树啊！我把你树全砍了，全砍了，全砍。熊大，方块轩他又来抓羊了。啊，不是，老齐，方块轩他又来砍树了。那就让我好好的教训他。啊，齐你老弟申请出山。别打了。当三哥上厕所时，一天不整理，我浑身难受啊。嘿嘿嘿。First things first, I'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. I'm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. Oh, ooh,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. Oh. 洗澡调水温的你。莫府的耐久。咋又没吃酒啊？我再去做一把。嘿嘿，诶，又可以砍树了。咋又没吃酒啊？我再去做一把。嘿嘿，诶，又可以砍树了。咋又没吃酒啊？我再去做一把。嘿嘿。咦，理发前，哎，我又要去变帅了，小心你们的女朋友。理发后、啊、睡觉时吵到兄弟后他的反应。木木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，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好嘞。木木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，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好嘞。哎，木木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。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好嘞。木木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。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男孩和女孩叫爸爸起床的区别。爸爸起床啦，快起床。哼，用这么可爱的方式才叫不醒爸爸呢。快给我起来！奥利给！哎呦我的妈！
底谁给谁跳舞。我叫了，给校长孔雀舞，爷爷吃，连成一句话。校长爷爷给我跳了这孔雀舞。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我爷爷给校长跳了这孔雀舞。你爷爷怎么不揍你呢？校长给爷爷我跳了这孔雀舞。为什么作业没写？为什么作业没写？因为我头痛。为什么头痛？因为我作业没写。为什么作业没写？因为我头痛。为什么头痛？因为我作业没写。为什么作业没写？因为我头痛。为什么头痛？因为我作业没写。为什么作业没写？因为我头痛。为什么头痛？因为我作业。精度还原上英语课，回答问题的你。第三题，方国轩，你来说一下。Volunteer 温条。啥？ Volunteer 温条。他说的啥？他说 volunteer。 说下吧，下次大点声啊。如何套路你同学四？轩哥，你知道什么颜色适合你吗？黑色吧，黑色显瘦。不对，是垃圾。轩哥，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就对了，毕竟父爱无声嘛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养猫，不养狗，我只养你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毕竟养儿能防老嘛。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逗你玩啊，轩哥。鸡下的蛋叫鸡蛋，鸭下的蛋叫鸭蛋，那鹌鹑下的蛋叫什么？这我知道，鹌鹑蛋。什么？鹌鹑蛋？嗯。打不过我爸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。